辈子，我也不想再见到你。大小姐，您怎么了？怎么全身都是红酒啊？啊！德叔，发生什么事？跟德叔说。大小姐，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，太让人失望了。你除了伸手张口向家里索取，你还会什么？真以为自己是大小姐吗？记住，照我的吩咐把事情办好。没有我，你和你的好妈妈什么也不是。阿德。哦。Legitimate child， 叫妈妈。进这个家门开始，我就无时无刻不在战斗。可是，战斗真的好累呀！郑楚耀一心想要摆脱我，于泱泱也一直在躲我，而江念宇应该就觉得我是个笑话。难道在这个世界上，就只有我一个人孤独无望的战斗吗？没有盟友，没有退路。
你可以告诉我你是谁吗？你是不是郑楚瑶？那你到底是谁啊？你今天一定要告诉我，你要是不告诉我的话，我就抢你的熊头。你别跑啊！